2018年的夏天，我们拍摄了纪录片《台湾人在北京》，记录了十多位台湾同胞在北京生活打拼的故事。2020年，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我们曾经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们依旧留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哪些影响？他们还好吗？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我们决定以回访的方式重新去拜访一下这群台湾朋友们。我们住的这边呢、就是北京有水系的地方，这以前是一条老的运河啊。偶尔在公司睡，就这里睡了一个月了。陈大爷，早上好。因为我们公司今天第一天开工，快两个月第一次见我们公司的员工，就带了一些奶茶过去跟他们慰劳慰劳。嗨，这是我集中隔离的第六天，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医护人员来量体温，体温是36.5，然后所以是正常的。能够出来走走很好，很舒服吗？所以你知道杨绛就突然就出去吗？我大概是12年来到北京的，台湾人在北京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包容，而且互相的理解，从此呢也赢得了很多的朋友。找车，找车，找车，对。来吧，我们把那个手机拿出来，我们先找到那个扫码用车，扫码用车，对，点上，然后就有一个镜头嘛，镜头，然后我也要扫码用车，然后我们找这个，就是扫的，对，所以打开了，左边，左华，品华，台湾阿美族人，他有很多个身份，他是一名歌手，今年会推出第一张个人唱片。他是一名创业者，在五道营胡同，他和朋友开了一家两岸人文音乐餐吧。他是两岸民族交流的使者，这些年一直在用歌声和美食诉说着台湾原住民的部落生活。品华原本在香港工作，2008年前后，公司派他来北京执行项目。项目结束后，他决定辞掉香港的工作，只身一人留在北京闯荡。那一年他26岁，那来到北京之后就发现那个奥运前是非常快速的成长，很多东西一切就有可能，所有世界级的企业以及资源都汇集在北京。那我就发现与香港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人生量级的不同。你在香港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职位，是一个薪水，在这边看到的是更多的可能性。您的店在这个五道营里面是吧？对，在这个整个胡同里面算是第一家的这个位置啊。你开了多少年了？3年的时间。对，生意怎么样？一直都很不错。那这次疫情来了，您的店是几月份关的呀？我们是刚好就是在1月21号左右就决定要先停止了。我看现在这个店门口是现在成了一个检验检疫的出口了，是吧？是是，配合工作，是我们现在呢，包括就所有的这个安全检疫啊、消防安全，这正规的还要有之外，再来就是强化了所有的消毒的系统。现在阿姨们都在辛苦的防护。来，阿姨好。开始了？没有，开不了。没有啊。他那个只要给我打电话。叫我先休会。哎呀，其实这里虽然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创业店，但实际上不到10%的台湾客人，这里并不是完全面向台湾客户在服务，更多是喜欢台湾文化的人，甚至于很多人一开始知道高山族，然后到我们店里面有更多的了解，原来阿里山有什么，台湾族是什么，阿美族是靠海边的，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洗礼。我平常日常的工作除了店里面的打理之外，更多是以歌手的身份到各个民族地区去交流。他也都没有跟我讲有多么辛苦，没有，我蛮担心的，因为我想说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也没有长期住过大陆，所以是说我就没有办法给他很多的意见。我觉得年轻人本来就是要到外面去闯嘛，而且品华比较独立，有他的想法。好，那
你那个肥皂有带回去吗？今天要还要再买鸡蛋，对吧？等一下，今天等一下嘛。晚上要做一下鲜鱼汤，没有？还等一下去钓条鱼。好。那这个花生吃完了，要不要？对。好。OK。是不是？一斤的宽的面条，一块豆腐，来一块这个。谢谢。没事。青菜呢？在过去的12年里，有8个春节，品华都是在北京过的。今年，他也特意把爸爸接到了北京，一来是一起过一个团圆年，二来是考察一下大陆市场。看鱼，看活鱼。但就在爸爸抵达北京的第三天，武汉宣布封城，全国也随即进入了严格的防疫状态。我早上差不多8:30，我一定看那个新闻，还有就是一些的什么疫情的发布会啊。我们小区没有疫情，物业管理，好像都做得很踏实。也都是要求我们去做一些登记啊，而且那个进出卡片都有，没有一些争执啊。大家就是完全配合这些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疫情很快的发生了，那我认为这对我跟爸爸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我们看到这整个社会面临一个更大的冲击，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但是当我们在配合整个防疫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台湾那边给我们的讯息是不一样。对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恐慌，甚至于说啊，封城是不是生活不方便？你是不是被关在北京，回不去了哈？那我们就发现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更多的就是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个错误的一些讯息。那我就跟爸爸讲，我们应该走到街上去，记录现在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否感觉彷徨？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总会有另一只手传递生命的温度，让我们用爱紧紧相连。北京一个2000万级人口的城市，疫情爆发到现在，每一个人为了防疫，春节可以牺牲。不论你是外地来的还是老北京，曾经每天几十万人流的景区可以变得安静，全城共事，同心渡难。北京依然在运转，守护平安，这是我真实看到的人民力量。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京防疫过程当中的居家生活的部分哦。可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取的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都不能够寄到小区里面去了，所以大家都是到外面来去发货的。来，把我的快歌交给我们辛苦的小哥。现在所有的车辆都是一个管制的时候，像我们的小区都会有我们的现场的管理人员，所以呢一路到深夜都是有，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是必须要持证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小区当中，没有外来的人可以随便的进出。那时候留守的一些台青有一起拍视频啊，我会在我们譬如说 Facebook 啊上面去发一些真实的情况，还有最多的可能就是跟亲朋好友吧，因为最长的就是家里人一看到台湾那边发的新闻，好像我们这边多严重多严重，就会每天过来问我，我就没有啊，没事啊，我就乖乖的配合，待在家里很安全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最直接的方式吧。你们看到现在拘束或者是限制其实是一种幸福，因为它是管理，你只有这样子最大限度的去严格管理，才会降低所有传染的可能性。大家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很重要的螺丝钉一样，紧紧的牢抓这样子。我们希望把这个全民共事、全民配合的感觉，我们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把这个事情传递。好，帮我们下车。来，好。好，然后它这个是新疆的不一样，还有那个面片一块一块，然后拉炒的，对，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应该是初中之后，我们就没有这样子长期的生活在一起。那这一次呢，刚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两个就等于是有一个重新的一个重温父子情的一个环节。在这段时间2个月里面，我几乎是变着方法把我自己曾经学习过的这些美食全部都贡献给父亲了。
我现在才觉得，哎，我儿子怎么那么会做菜啊？对不对？他就说啊，我就到处吃，去学一点。后来他自己在回到家，他也愿意去尝试去做，才做得还不错。我觉得就是台湾这边的年轻人，应该就是多看一看大陆这边的，就是市场，自己去了解祖国这个地方，享受大陆这个地方的科技进步。先，我们现在开始造车啊。好，第一三航站楼，从这边我们搭这个车到首都机场大概需要45分钟的时间，45，其实还算蛮近的。你看，它这边就会写，你的直机台口是117到1级，然后下面有一行字，从6号门进比较快。所以其实也有点舍不得啊，因为你看我。好不容易这个父子团聚这么长时间，然后我们的生活也这么的融洽，就是我们现在要赶快回去部落来去解释现在疫情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呢很多陆客也没有办法再到了台湾去，部落里面对于未来到底这个疫情要延续多久啊，很多讯息是不对称，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在这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个判断，甚至于说防疫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带回去到跟我们各个村庄里面去沟通。不用了，走了，再见，就不要谢谢啊，就不要谢谢啊，再见了，再见了，啊，妈妈拜拜。走读嘛。到齐了吧？现在北京的一个整个医疗垃圾的一个产量，大概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明天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每天这个医疗废物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每天的工作人员早晨从单位发车，然后把这个在医院这边装满医疗废物的这个周转容器，直接装车，一车可以装80到100公斤。我们每天接收的量基本上就是60-70车这样。有关你整个医疗垃圾的一个变化，请大家密切的注意啊。那每天就是要去做一个整个一个曲线图啊。咱们的员工是一天几班倒啊？我们是24小时运转，然后我3班倒，一个班8个小时。早班呢，到现在倒了几吨？倒了10吨吧。现在工况怎么样？工况挺稳定的。我的天啊，他们要这么穿着衣服干一天也够累的。啊，这真的是马虎不得啊，是吧？对，因为这个病毒太厉害了。我是05年就到北京来的，今年应该是满了15年。曾建华，一家台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所在企业的母公司是台湾第一家医疗废物处理企业。2003年，台湾所有的非典医疗废物都是经由他们处理。当时在台湾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曾建华，就指挥调度了非典医疗废物处置的工作。2005年，公司来北京投资建厂，曾建华也就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这边是我们旧的一起的一个车间，那这个一起的车间处置规模大概是1天60吨左右。那这个是新的一个二期车间，这个二期车间的一个处置规模大概是80吨左右一天。在北京期间，他和团队先后负责了非洲埃博拉、H7N9、蒙古鼠疫等疫情医疗废物的处置工作。2020年1月中旬，曾建华原本打算回台湾过年，但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后，出于职业敏感，他决定留守北京，不回台湾过年。这个赶快建立一个中转站，然后分散收集，集中转运。武汉这个整个事件爆发之后呢？我就意识到说这个传染病已经到了要封城的阶段，那肯定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当下来我就决定说不管有没有发生啊，我就希望说留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员工一起来工作，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打拼。没想到这次的这个整个传染的一个速度竟然是这么快
那还好，我真的也很庆幸自己能够留下来。疫情之下，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台青们拍摄视频，传递疫情防控资讯；台商台企则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助力抗疫工作。而从事医疗废物处理工作的曾建华以及他的同事们，则是坚守岗位，严防死守北京疫情防控的第三道门。简易防疫，然后隔离治疗，还有医废处置。根据我们上次在台湾的一个经验所总结出来的这三个一个重要的关口，那可能我们第一个简易防疫的重点就是必须要放在口岸。那在简易防疫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去做治疗，哦，疑似的必须要去做适当的隔离，哦，那在治疗跟隔离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医疗垃圾，还有一般的生活垃圾。那这个生活垃圾跟医疗垃圾，它还是一样带有大量的病毒，哦，带有大量的新冠病毒，它必须要我妥善的来处理。那自然而然，这些所谓的医费的一个处置，就变成了这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防治口。1月22日，北京市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小组，指定曾建华的公司为北京涉疫情医疗废物以及涉疫情生活垃圾定点处置单位。车从我们的地磅这儿控制之后，然后呢就来到我们车间来卸料，就是这里是吧？对，这块前面这一块就是整个的卸料区。这个车是刚刚拉进来的吗？对，这个车就是刚进来的。对，这一个车大概能装多少袋？这个车大概是100公斤左右。如果装满的话，第一步就先消毒，给车消毒，外观消毒。就第一步是给车的所有的外观消毒。对，先消一下毒。然后杨演员就可以卸料了。我们刚才跟这个车从医院过来，对，到这边路程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现在直接进了工厂了，卸料还要20分钟，那多久可以焚化了整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料卸完之后放在现场，我们不会做存储。所以这关于这个新冠的这个医疗废物，我们是及时处理，就当时就处理掉，不会存储。到工厂之后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完全处理掉了。所以说这还是真的是危险系数很高是吧？这个其实在医院已经包装好了，这些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的这个医疗废弃物嘛。它会里面有那个塑料袋包装两次嘛，然后外面还有一个纸箱给它包装一下。然后到这儿之后，就是其实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可以做到这个零接触。对，因为我们是用那个不锈钢子车盛装的，卸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处置过程了。前面这部分是我们的净料系统，然后通过我们的净料机系统回到那个回转窑进行焚烧。那这个窑跟普通的窑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窑是回转窑，然后呢，我们采用的是摇摆的模式。这个横的这个是我们的回转窑，然后我们通过控制它回转窑的转速，让这个医疗废弃物在里面停留时间，这个足够达到一小时以上。我现在觉得非常热了。对，因为它这个温度很高，里面温度有1100度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回转窑里面的焚烧状况，里面可以看见温度很高。这个有害物质在回转窑里边停留时间足够长，可以将这个病毒啊一些有害物质都去除掉。我现在看到这个厂里有两条生产线是吧？对，我们两条生产线，它这个设备是一样的。对，然后我们现在是满负荷运行。从这个春节前就开始这样了是吧？对，我们是从年前春节前就开始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运转模式，然后工人都放弃了休假，然后来保证这个北京市的医疗废弃物得到一个妥善处置。北京大概整个在新冠疫情最高峰的时候，首先就是所谓的口岸，口岸在北京就是大概是两场试站，就两个机场，4个火车站，这个其中这个两场是我们自己来做清运的，然后有几个这个定点医院，高峰的时候大概有20几个，然后还有发热的门诊，那当然还有一些隔离点。那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大概一天大概可能接收了接近25吨左右。
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理便提上了日程。2003年6月，国务院发布并实施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尚无集中处置设施或者处置能力不足的城市，自条例实施之日起，市级以上的城市应当在1年内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县级市应当在2年内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而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会促使中国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有业内人士预计，2020年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同比2019年或将增加3倍。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焚烧的一个系统，哦，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医疗垃圾进料的一个地方，废弃物的经过这个推杆进来之后，就会进到我们这一个回转窑，哦，这个整个焚烧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减量的一个过程，减容的一个过程，这个有机的空气就会到我们的二次炉来，哦，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空气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呢，必须要在这里，哦，超过100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来做燃烧，哦，把所有空气里面的一个有害的这个物质全部去除殆尽。但烟气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酸性的东西，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液检，这是我们的一个 scrubber，哦，然后他去把这个整个空气里面的酸性的物质把它抓下来，然后达标了去排放。那所有的这个整个一个监测的一个数字的，这个都是即时连线到北京市环保局，我做一个即时连线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作用。我这个大概是整个一个这个所有的设备的，大概都是我们自行来建造、自行来设计，然后自行来运营。那全国现在有多少套像您这种设备就在处理这个废物？全国大概从2003年开始，大概每个地市都要求要有相应的一个医疗废物的一个处置设施。但是采用这种焚烧的，大概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地方才会用这个回转窑的方式来处理。那包括比较小的，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一些。这个地级市，他们就用灭菌的方式。我现在的所在啊，现在的位置就是我们一起的车间。这个车间是在2012年投产的啊，那这边是我们新建的二期的一个车间啊。那3月1号，今年的3月1号正式烘炉投料，所有的货车的车辆从这个门进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管制口，这是我们的餐厅。哦，这间是我在公司的一个宿舍，每天的一个焚烧的数字。这是我们开放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区域。那建成了之后才知道说，哇，糟糕！我们的厂的对面有一个规划是300亩的一个小区。那当然环保有一个防护的距离，哦，因为我们的防护距离不足，所以就是面临到没有办法投产的一个窘境吧。那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呢，我们身为台商，大概也感受到这个相关的一个单位，哦，不管区市或者是中央级的一个政府对我们的关注跟协助嘛。那重新再选址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经过将近3年的一个时间，哦，在区市包括中央的这个国台办这些领导的一个努力之下，我们的选定目前这块土地，然后北京市政府啊，针对我们这个项目，哦，他也给予我们适当的一个搬迁的一个补偿，所以这个才能够有今天这个润泰环保这样的一个企业。
在这边 ，Hello，Hello，Hello， 直播间，好，坐这边。苏一家，台湾青年，品华的朋友，两人是来北京之后在台青活动上认识的。今年是苏一家来北京的第八年。当初在台湾服完兵役之后，在朋友介绍之下，苏一家来到北京工作。工作三年后，他决定转换跑道，和朋友一起踏上了创业的旅程。我刚看你面上去的时候，肉有时候有点干，你在浇汤的时候还是要把肉把它先浇上去。因为是七个大男生一起创业，所以他们的公司叫七条靓仔，他们的店铺叫七爷。我们有一个北京人，一个台北人，一个广州人，一个澳门人，然后三个香港人。这是两岸三地都去了。对，两岸四地的澳门人有了。五年时间，他们在全国已经拥有了28家门店，300多名员工。但疫情发生之后，这些门店的经营以及员工的薪水成了不小的问题。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到，就是整个商场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过年那时候带爸爸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对，就是属于那个服务人员比游客多的情况。对，但是是有看到在回暖了。然后我有出去外面看了一下，譬如说你在西单商圈、三里屯商圈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人流多。现在你的员工好多啊，对，你得照顾好。对，但是现在大家都还蛮体谅的啦。我所有门店都开着，但是因为现在客流量没那么大，所以我大概是维持在1/3的编制。那就对，那就看大家哪些人愿意来上班，哪些人他有些人可能过不来，都还在老家，那我就是薪资跟他们谈过了，给予减免，但是还是你们就先休息，但是还是有付一部分薪资这样。现在如果以像这样的话，何正辉现在这个商场跟你就是最重要的生死与共的伙伴，那他们对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政策啊什么？我们胡同是没办法。我们其实每一个商场的政策都不太一样啊，但是也有一些是就是没政策的，大概只有国企会给我们，就是像我的深圳机场，就是到目前都直接说连4月都是全免的。哦，对啊，就我那时候看到命令的时候，也应该是国有的商场，或是国有的就像机场这种的大众的这个场合，才有可能会符合说减免。其他私有物业他们自己也背了一堆债啊，哪有办法、对啦对啦，我们当初其实都有想过，我们品牌要留着，门店不在了没关系，我们重新来，最坏的打算都做过了。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怎么说，应该是整个全球的市场都是这样。你看现在全球的爆发，其实已经不是我一家店说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做不下来啊什么的，是大家都这个样子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就是这个时候只能，其实有一点像回到我当初刚创业的时候的感觉吧。对，我感觉还比刚创业的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机会吧，因为我毕竟我经过这五年来，我懂的东西比以前还多，虽然说是我可能这一次会被打回原形，回到起跑线，但是有好多可能以前我够不着边的前辈，他们也一起回到起跑线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用太悲观的去想太多事情，乐观一点，正面一点，去把自己的内功修好，回去看一下自己过去公司有什么缺点啊，这时候可以做一些改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店里招牌之一，上汤白萝卜。我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是靠着牛腩面跟白萝卜，还有一个凉拌苦瓜，就三道菜，先就把一家店开起来了。现在想一想都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2019年11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20个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26条措施。其中有13条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26条措施与2018年出台的惠台31条，在理念上可谓一脉相承，彰显两岸一家亲，体现一视同仁，
同时又与时俱进，扩大了受益面，提高了含金量。您看这26条里面，它所涵盖面呢，我认为说从1产到3产，从最基层的服务业，到制造业，到高科技，到医疗，它全部都涵盖了。第一个业态的涵盖，第二个，甚至台湾人等同国民待遇，其中有一条14条就很有趣，你可以用台湾身份，在任何一个国家请求中国领事馆的协助。那也就是等同公民，我相信这个是拉近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我对这个市场是绝对有信心的。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是相对的创业也是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但是就像我之前会跟一些年轻人分享的，都是你如果是想创业，来北京创业，先来北京工作个2年、3年，先知道一下这边的情况，以后再开始创业会比较好一点。我应该会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吧，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离开北京的，就是在这边扎了根，然后哪怕疫情真的有什么意外，我被打倒了，我也在这边打工重新爬起来了。其实2年前你们采品华的时候，就有一次到我一个火锅店里采。对啊，是的。对，然后现在那家火锅店已经倒了。是吗？对，我赔了不少钱，但我现在又站起来了，所以我相信，就算这一次我怎么样都能扛得过去。这一次的疫情呢，来的相对较为突然，经济的冲击呢是存在的，但是当然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包含国家也对这个方方面面的政策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从经济上能看到的降利率，当然它也改变了这个人们对于生活需求的方式，包含电商这个行业也在这个期间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我个人认为呢，洗牌可能存在，但是呢你不能确定的是谁被淘汰。老婆，你说，那个晚上准备吃什么呀？不知道，都行。你正在拍摄？对啊。你现在哪？在附近啊，你就先回答你想吃什么就好了。稳住。都行啊。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呀，要不要吃个？到时候拍摄跟你说出来，你还叫我笨猪啊？嗯。问题很大哎，你张宏文，台湾新竹人，2012年来到北京。过去的8年时间里，他拿到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位，换了一份工作，30岁出头就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还娶了一位北京姑娘。在这种疫情期间，开车大概回到我家20分钟。但如果是平常拥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高峰时期，那我估计回家得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其实我下班没有早过，一般来说下班的正常点大致上都在8、9点钟，所以常常都是能错峰的。但是从我的角度呢，就是说呢，毕竟我来北京工作，我还是希望看到社会这个正常的运转，包含了这个人多一些。洪文也是品华的朋友，用品华的话来说，北京给了洪文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成长机会。与同龄人相比，无论在职位、薪水或人生阶段上，他都要领先一些，但与身处同阶段的工作伙伴相比，他又年轻的很多。某些时候，洪文的内心难免会有一些孤寂。品华他是一个对我来说也算是有点亦师亦友的一个学长吧，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也非常长。品华学长其实在这个生活中，包含在工作上，确实给了一些鼓励跟支持。我觉得呢，他其实在北京的一些奋斗，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榜样，对我来说也给我了比较好的一些提振。可能有些孤独我觉得是存在的，那当然我可能跟
学长的不同点是，我找了一个北京姑娘，我找了一个老婆，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倾诉对象，甚至呢，他也可以给我更多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些帮忙。我觉得有的时候，台湾人就是我的一个标签，他可能也是我的一张名片。比如说，大家会问我一些台湾的好吃的呀，台湾好玩的呀，其实这也无形中会拉近一个距离。台湾人在北京啊，甚至可以说台湾人在大陆，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都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会看到了一个不同文化的碰撞，但是核心呢，大家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包容啊，而且互相的理解。房间啦，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我的隔离的房间，配的水我已经喝掉那么多了。这一边呢就办公桌，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上班。然后这是刚送来的午餐，不错。Hello， 朱先。Hi， Hello， Hello。好久不见。今天是隔离几天了？今天第九天了。张简竹心，95后，此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交换，交换期间认识了男朋友，是一个山东男孩。2年前我们去创业驿站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他，那天他来咨询北京针对台湾青年创业的政策。当初是想创业，然后之后呢想说还是先累积一下就是社会实践，然后所以就找了工作，然后现在是在一家设计公司的市场部做市场策划。工作上的话会比较想要更精进自己的能力，因为就是发现旁边的人就是卧虎藏龙，就大家就是会很多很多的技能，就是你不能说我虽然我是写方案，我只能会写方案，我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技能什么，所以就是整个环境的影响，然后逼自己去学了很多东西，所以觉得就是工作带给我的一个成长。那你今年是什么时候回台湾的？就是过年回去的吗？我是1月18的时候，就是提前几天，然后回的台湾。嗯，对。然后就是到4月18，然后所以刚好整整3个月。哦，哎，那其实这次就是过年期间在台湾待的时间其实蛮久的。对，算起来就是从大学之后，这是待在家最长的一次。你回去了之后有没有见你之前的朋友呀什么的，或者你的同龄人有跟他们交流吗？有，就是跟朋友同学都有约见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相同，就是说可能整个台湾的环境是比较放松，然后步调比较慢，但是我其实还蛮羡慕就是待在就是在台湾工作这些同学，因为就是压力基本上会小很多，因为像因为我在台湾也就是线上办公了大概有1个多月快2个月嘛，然后其实就能感受到在台湾的工作真的是很放松，就是你只要周一到周五然后完成工作之后，你就周五下班之后你就可以想我周六周日要去哪里玩，然后但是在这边的话你会想要说我是不是要给自己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啊、课程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会议啊、论坛这种，然后去精进自己，所以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对，然后可能对于就是可能我现在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就是在职业生涯的规划上面就是会有差别。
在13年前决定搬到北京来工作，说实话也是离乡背景。虽然我们都是就是中国人，但是呢，毕竟很多的生活习惯啊、饮食文化啊、沟通的方式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我觉得这13年呢，让我见证到整个北京的进步，见识到整个大陆的一个进步是突飞猛进。赖国贤，高级职业经理人，北京一座地标性商圈的总经理，这座集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艺术中心于一体的创新建筑，因为绿色环保的设计、国际化的视野、浓郁的艺术氛围，成为了北京朝外大街人气第一的商圈。然而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这里也最快冷清了下来。坦白讲，我们受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呢，为了不要有任何交叉感染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宁愿牺牲掉做生意赚钱的机会。所以呢，酒店我们从2月1号到现在都还没开业，我们也配合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健身房跟电影院是不准开业的。商场呢，我们在过去呢虽然有开业，但是营业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成8个小时，我们到晚上的6点就结束了。我坐这里，然后你坐这个礼拜 marketing 有什么事情？你如果活动不准备，你到时候就变得没活动了。疫情总会过，你还是要有拓展的事业，不可能说疫情这辈子就停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去巡场好不好？ OK。现在是每天的人流大概有多少？5000到6000之间。对，大家出来逛。我经常在讲说，你们这个东西的一个角度哈，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对，你们不要那么死板，对不对？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什么样的艺术品用什么样的一个说明牌，对不对？你可以3种都用，但是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 rule？ 那定是什么时候还给我？芳草地是一个综合体。我们有酒店、写字楼、商场，那事实上呢，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大众的公共空间。如果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事实上它每天将近有20000多人会来参访，会来这里办公，会来这里住宿。所以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要特别在乎，透过我们这个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到落实。说到所有的细节，让我们进来这个楼的人都可以安心。我们是多久消毒一次？消毒的话是每1小时，一小时一次嘛？对，1小时1次。我们每一家店铺像这样子的公共区域的这个冰柜，他们基本上都会提供就是测温，然后还有这个消毒液。嘿，餐饮会比较复杂。餐饮会比较复杂，也是要测温。然后呢，如果他们有排队的话，基本上是取号，尽量客人不要在那边排队。你到哪里，你只要吃出示那个健康码，对，就可以了。你好，我要陈小芬住的。哦，不好意思，来。啊，看。你们最近生意怎么样啊？最近生意一般。对。他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回意大利。对。对，一直真好。没有，他回不去了啊。对，现在没办法。现在对啊，也没有办法回来。是啊，对。如果我求助的话，就这边写了是每个人就那个桌子最多2个人，然后要戴口罩，吃饭的就可以拖，然后那个距离是大概1米。现在座位也是这样做，隔开坐哈。对对对，大概1米的距离嘛。对。里面现在暂时没开放嘛，因为密闭的空间嘛。这个是我们的新推出的一些冷冻的产品，有些水饺。对，韭黄虾仁呐，还有就是松板肉，还有鳕鱼水饺。对，这个在线上也有。对，对哦，线上你们也卖？对对对，线上也有。那这段时间这个有没有比较好一点？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只要来的客人都会给客人介绍嘛，还卖的还不错，慢慢来。2020年是台商西进大陆投资的第30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但台商台企仍然对大陆市场投下信任票。他们做好防疫，有序复工复产，不少企业还按原计划追加投资，扩大布局，用实际行动证明大陆市场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是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相较于其他的外商啊，
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占据优势的，哦，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台办，政府呢也通过这个一些政策制定了很多惠台的一个措施，那我们本身在这里经商呢，也享受到很多的一个便利，哦，这个大概是所有的台商应该都感受得出来。我这数年来也真的看到北京的发展，也见证了北京的发展，见证到大陆的发展，包括这边的整个高铁的一个建设，哦，网购的一个便利，真的是如同过去所说的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非常喜欢这种环境，就集中一切的力量，就是搞发展，搞经济。疫情结束之后呢，对于商业，我认为还是挺看好。整个这个疫情啊，小到影响个人，大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被影响到。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方式去看疫情，它也会带来我们人类重新反思思考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对于环境，对于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在过去的两年呢，其实我在这边呢，我不会用压力来形容，反倒我觉得它是一个动力。因为整个大陆，尤其是这一线城市的进步，是跟国际所有的首都城市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同样的在进步。所以呢，我认为你在北京，其实你已经是站在世界级的一个首都的城市。你在这里工作，你接触的都是国际的，你看到的都是国际的，你听到的也都是国际的。就像古人讲的，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当你看得越多，当你听到越多，你才知道自己的渺小，你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是这个吐司比较特别，它是日式生吐司。这个汤种呢，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在做馒头和这个包子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视为就是老面。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老面呢是要使得这个面筋道，而这个汤种是要使得这个吐司生吐司呢非常的柔湿柔。在大陆的发展呢还是比较神速的，就是这个速度呢是我刹不住车的那种，就是被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需求推着往前走，所以呢以至于造成我自己大概连续两三年都没有时间回台湾。王林芳，美学美食专家，徐瑶鹏，导演，大家都叫他贴布。他们两人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伙伴。林芳跟贴布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品尝当地美食，挖掘地方旅游特色，探索推荐深度游路线。多年累积，使得他们在美食、旅游文化、生活美学方面拥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2012年，大陆民众赴台湾自由行开放，林芳写了一本《台湾自由行》，在大陆火了。不久之后，他和贴布就受邀来到大陆的城市，帮助当地做旅游包装与升级。这些当地可能很多乡村，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旅游资源跟他们的美食的材料的资源有多么的珍贵，但是透过我们的一个影视记录的方式，然后呢把它推广到全国去，包括我们在微博啦，或者是我们微信公号的一些推广，所以很快的就会让很多人去注意到，哎，这个乡村它原来有这么多好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用影视的方式去把它推广出来的一个方法。
2017年，林芳跟贴布将工作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北京，定居在皇城根脚下的胡同里。彼时大陆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那时的林芳跟贴布还未料到，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受邀去了好几个乡村，帮助当地做旅游美学升级，助力村民们增收致富。我们第一个落地的地点呢，是在浙江丽水边上的松阳。这两年呢，我们的确走了不少大陆的乡村，还不只是三个哦。今年已经确定了，就是要到河南的这个焦作的修武再落一个点。然后呢，我们讲的都是乡村的这个美学生活应该怎么样去展开。就是我们在松阳的乡村里面，我们帮助了一个村妇阿姨包阿姨啊，孵化她。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呢，做了一个烘焙坊。包阿姨她本身呢，她是一个村妇，已经60几岁了啊。她本来的生活就是种田采茶叶，然后我去了之后呢，就把她培训成一个烘焙师。然后她也很愿意学习，她今年60几了啊。我们用松阳当地的这个产业，茶、抹茶粉这些东西啊，做的吐司、冰淇淋、饼干，然后已经受到当地的这个。就是除了当地人之外，远一点的像上海还有杭州都会到那儿度假嘛，他们都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比这个怎么说呢，比这个上海的还要好，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好嘛，然后烘焙的方法和技术是欧洲的方式，所以你想这个是非常的神奇。那他因此也改变了包阿姨的生活，做起来好看吗？那好吃。那我孙子说昨天说给我打视频说，奶奶，我也想吃你的饼干。我说奶奶，几盒这个红薯干弄好了，买的几个寄给你吃。好的，谢谢奶奶。就是这样子。对于乡村经济的振兴，一般人就是想说，贩卖农特产，或者是贩卖当地的一些旅游资源。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一个影视的一个基地，包含呢就是跟学校校企合作的一些实习生带进去，让他们在乡村带着村民，跟我刚刚讲的跟政府的一些合作，去拍摄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在松阳就帮他们规划了一个10集的片子，每一集就是大概长度2分钟。今天我们来到石仓古民居，石仓优良的水质和黄豆让这里的豆腐远近闻名，也是松阳传统美食泡豆腐酿肉的最优原料。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就是小汤姆们呢，我指导他们参加中宣部学习强国里面的一个影视比赛的一个项目，得到一个维视频的3等奖。他们就是在乡村直接用乡村的一些题材，包阿姨的题材去拍摄一个中国乡村的一个变化，然后呢这个奖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鼓励。那找小春的，找小春，小春的号，来了。好，嗨，这样可以了，全屏了，全屏了。Hello， 嗨，没看到你啊？看到我没？哇，你们今天做什么啦？跟我们说说。直播。直播顺不顺利？还好吧，还顺利。包阿姨今天表现很好哦，是吗？对。那今天整个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被欣赏的？有吗？可以讲一下吗？还都 OK 了，整个空间他们都是很喜欢的。对，就是我们这些实习的学生呢，如果是男生，我们都叫小汤姆；女生，我们就叫小爱丽丝。女生的话，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一样嘛。那为什么叫小汤姆？就是我们希望每个男生他的心里都有一个像《汤姆历险记》那个顽皮的小孩，他不要忘记他的初心，所以我们就把男孩子都叫小汤姆。现在我们在松阳的部分有六个小汤姆，然后呢，爱丽丝的话目前有2个，然后包含包阿姨也是算爱丽丝之一了。他们这些小汤姆们呢，就是比如说经过疫情，最近刚刚回去，然后呢回去之后呢，他们就会说哇，吃到包阿姨的吐司就像回家一样。当然他们也经常会跟包阿姨吵吵嘴啦，吵吵架，这个都是会的。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种氛围，我们才使得乡村的生活有了生活感。然后明天下山去买一点那个香蕉还是什么，可以做一下 espresso banana shake， 好不好？好，拜拜，包阿姨要去吃饭了，拜拜了，拜拜，好，下线了啊。中国的这个乡村腹地还是很大，
然后呢，因为我们到过很多地方哦，我们发现，比如说瑞士那么美的一个地方，中国比它美的地方也真的是很多，资源比它好的也很多，但是可能就是人在过上美美的小日子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比不上人家。所以我们到了乡村，我们努力要做的是这件事情，怎么从农村变成乡村，怎么从乡村变成美丽乡村啊？然后呢，要努力的事情很多，潜力也非常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能在每一个乡村里面找到一个包阿姨，让我觉得说，只要有一个包阿姨在乡村里面，就是像种子一样播下去，然后就会有很多观望中的包阿姨。两年前的时候，我们很多乡村其实还在一个扶贫的阶段，但是两年过后，其实大部分都脱贫了。这两年来，我们接触了很多地方的一些乡村的一些干部，很多的一些村干部，他们其实做的没有假日，他们没日没夜在做，在做扶贫，在做一些辅导民众，甚至是帮助民众在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和包含引入我们这些外部资源，他们其实做得很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年让我感觉最大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乡村富有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乡村的一些领导干部、政府的班子跟人民之间的向心力是凝结起来的，这个是我觉得感触是比较深的。能够出来走走红红很舒服吗？杨绛的那个故居就在这附近，对，我觉得这边宽度也还够。对，最主要这个胡同宽，而且它的这个树，感觉特别好。这应该不是真的土漆吧？应该只是仿旧的。没有，我觉得它是修复过的。就以前真的是老东西。对，但是修复过的。两年前我会觉得我是新北京人，现在我觉得我是地道的北京人，因为每一次不管从哪个地方回来，我现在很奇怪，就是说我去欧洲也好，我去任何地方也好，然后我跟贴布导演说，哎，我们回家吧，但我们脑海浮现的就是北京的家。我知道还有很多包含我家乡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往北京或者是上海这边工作了，就是往大陆这边的趋势是不可挡。其实可能现在两岸局势稍微敏感，但是我觉得人民的交流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我觉得是增多。三年前跟爸爸一起布置的。喂。喂。爸爸。嘿。已经到家里了。家里啦，在这里不管是生活起居或者是这边的文化，大概都适应了，现在可能也蛮适应这边的那种干燥的这些气候，回到台湾反而觉得怪怪的，有点不习惯。我们每一年也提拨了30个名额给台湾的大学生，欢迎他们到芳草地来实习。我很开心，就是我接待这4年来95%的台湾的小朋友，他们都希望可以在北京找到工作。两岸我没有能力去管政治，但是我觉得说两岸之间的人民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断的。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但失败是可以被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要创业的，真的是可以过来北京这边多了解一下所有前辈的经验。我觉得12年前来到这边的时候是一种憧憬，从憧憬走到融入，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北京人，走到12年的现在，我依然没有放弃梦想。你是否感觉彷徨？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总有另外一只手传递生命的温度。相信你，相信我，多少阴天都挡不住太阳升起。让我们用爱紧紧相连。北京，一个2000万级人口的城市，无论你从哪里来，一起携手逆着光，走向光明的未来，全城同心，共度难关。这是我真实看到的人民的力量。心手相连，北京加油，中国加油。